感谢麦茨的介绍，感谢 GSMA 的邀请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在线接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参加这次 GSMA Thrive 的活动。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全球各地的许多朋友还不能自由旅行，今天我们以在线的方式见面，这也是 ICT 技术支撑复工复产的一种方式。虽然疫情还有些反复，但是我们看到亚洲、欧洲的许多国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，相信全球很快也能战胜疫情。今天呢，借这个机会，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华为对后疫情时代的一些看法，特别是 5G 的应用如何加速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。自疫情发生以来，GSMA 和全球的运营商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持续释放连接的力量，让人们恢复健康生活，推动产业和社会的持续复苏。GSMA 发布了维持连接的11项政策建议，建议增加临时频谱，减少网络拥塞，推动基于 AI 的数字抗疫应用等等。我们深刻体会到，无论是医疗领域还是通信领域，全球性的合作协同是一切成功的基础。华为将继续坚定地支持开放协作型的标准与产业组织，努力维持全球通信产业的统一。全球厂商、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组织都参与技术的制定，也有助于全球经济和产业的健康发展。面向未来， GSMA 提出 5G 将成为一些区域经济复苏的骨干，华为非常认同，也将努力实现这一愿景。这次疫情，我们 ICT 应用的社会价值前所未有的得到了呈现。对于身在疫区的人们来讲，一个简单的报平安电话，几分钟的亲情视频，意义已经非常重大。这对产业来说只是基础的连接保障而已。更重要的，基于 5G、AI、云和大数据所开发的各种应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。在线教育、办公和娱乐，让封城在家的市民待得住，方舱医院、远程专家联动，解决了临时医疗资源痛点，体温检测、疫情追踪等专业应用有效地帮助了疫情的控制。韩国在抗疫和快速复工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曾经韩国在69天内发展了100万 5G 用户， ICT 基础设施可以说已经很完善，打好了基础。而这次抗疫的成功，更多的要归功于高效的应用。早在几年前，韩国就总结了其他传染病的经验，通过立法利用定位数据、漫游数据实现传染病例的追踪，这就很好地控制住了早期病例的扩散。新冠疫情发生后，他们充分利用 5G 等 ICT 设备，快速增强了智慧医疗，实施了远程诊断、 AI 智能护理等功能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韩国政府鼓励基于 5G 的非接触式产业 Untact 的发展，支撑复工复产。在很困难的情况下，今年一季度实现了 GDP 同比增长 1.3%。 在复工的过程中，移动行业快速增长，尤其是 5G。 在疫情中，我们也看到了 5G 支撑了众多的价值应用。在我看来，这有点像电力在100多年前的情况。1875年，法国巴黎用电照亮了火车站。1879年，在美国旧金山实现了首次对外输送的电力。从那以后，
电力由仅仅提供照明走向了家用电器和工业设备，让各行各业的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推动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。回顾移动通信行业，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，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问题。今天 5G 已经快速发展，商业网络已达到81家，覆盖了全球 72% 的 GDP。 ICT 就像100年前的电一样，正在向各行各业延伸，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势能器，进入释放各行各业红利的新时代。 5G 已经开始进入各行各业，大家知道 5G 最成熟的应用是 EMBB。 和行业沟通后，我们发现仅仅这个特性，做小许的环境适应，已经能够满足行业大量的需求。以矿山为例，山西兴源煤矿在地下534米深的矿井中建设了 5G 网络。煤矿井下条件非常的复杂，数据上传下载的要求高，以前受带宽限制，井下几百个传感器只能做检测，不能实时监控。现在采用了防爆的 5G 设备，井上与井下可以实现高清视频的通话，多路高清视频同时回传，设备远程控制等等创新应用。看井下就像看地面，这在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。今后煤矿还有望实现采掘面的无人操作、运输车辆无人驾驶等等更多的创新，不断地提升煤矿的效益，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。我们看到仅仅在中国就有5300多座煤矿，行业应用的前景非常巨大。 5G 起步早的行业已经成功地开始了规模复制，比如数字港口，宁波舟山港是全球最大的港口，也是最早将 5G 技术引入生产的系统。目前舟山港已经初步建成了 5G 智慧港口。以轮胎吊操作为例， 5G 远程操作已经成为常态， 90% 的操作由机器来完成，司机只需要干预抓卸的机装箱两个操作，以前一个人只能操作一台轮胎吊，现在可以操作4到6台，大幅地提升了生产运作效率。引入 ICT 技术后，预计宁波舟山港口十年将减少25亿人民币的生产成本的投入。目前中国的厦门远海港、上海洋山港、山东青岛港、天津港等大型港口都已经开始规模应用 5G 无人机装箱卡车、 5G 智能理货、无人机巡检等等应用，全球有4300多个港口，仅带改造的轮胎吊就超过3.5万台。未来 ICT 在港口的应用空间十分巨大。智能制造已经实践了很多年，我们逐渐看到了一些新的标杆性的应用，其中飞机制造是制造工业的皇冠，欧洲和中国的企业都积极地转型智能制造。在这里我讲一个机器视觉的小场景，大家知道飞机机体制造大量使用碳纤维材料，多达70层的叠加材料，每层材料拼缝间隙要求小于2毫米，传统的人工检测每层检测需要40分钟，不合格要整层重新铺垫，人工质检耗时费力，还检测不准，浪费物资。上海商飞采用了 5G 加 AI 的自研检测，检测时间从40分钟缩小到了1分钟以内，另外还减少了90%以上的浪费。空中客车
实现数字化终端，不仅在疫情中实现了远程交付，还大大的缩小了交付时间。业界智能制造新标杆正在不断的涌现。我们看到，在 5G 的带动下，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进程大大的加速。华为的下一步重点工作，我们的工作的重点是和伙伴们一起聚焦行业应用，为行业创造价值。我们将利用自身在网络、云和 AI 以及终端等领域的能力，帮助华为的 5G 客户释放 5G 的价值，率先享受 5G 的技术红利。华为期待和合作伙伴一起携手努力，迎来万物生辉的时代。谢谢大家。